小红啊，小红啊，过来。妈，什么事呀？小红，妈跟你说呀啊，你看你弟弟也快要结婚了，人家又是要房又是要车的，需要好多钱呢。妈，那你看我现在也没有啊。你没有钱那怎么办呀？人家还要好多彩礼呢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给你想个办法。你呀要和小胖离婚，离了婚以后不是有钱了？当初你嫁给小胖的时候你还不乐意呢，现在跟他离婚不正合你意了？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呀？再说了，我当初嫁给小胖我也不是图他钱呀。那我不管，你呀必须和小胖离婚。你和他离了婚了不就有钱了？你弟弟结了婚还为我们老张家传宗接代呢。妈，你什么都想着我弟，现在我弟要结婚你却要我离婚，你怎么能这样呀？妈，那是啊，你弟弟他是我唯一的儿子。可我也是你女儿啊。妈，你只为你儿子着想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呀？你还知道说你是我女儿，女儿怎么了？女儿能和我儿子比吗？我儿子多好啊。好，行，我离行了吧。妈，这就对了。这游戏，小红，你看看你，这都离婚半年了，天天在家里玩手机，什么都不干，你不会出去找个工作干呀？妈，那我弟不也是在玩吗？你怎么只说我呀？再说了，妈，我没和小胖离婚前，我不也没工作吗？我在他们家，他们都没说什么，反而在咱们家你却处处找我事儿。我玩手机，咱们两个能一样吗？我玩手机啊，我可以为咱张家传宗接代，你呢？是啊，你能和你弟比吗？妈，我为什么离婚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我离婚后，一半财产都拿去让我弟结婚了，你现在还来嫌弃我？你现在嫌弃我什么都不干，那我弟弟呢？他成天只知道玩手机，什么都不会干，你从来都不管管他。妈，我离婚不都是为了他吗？怎么不应该啊？你说一下你这个闺女有什么用，就是嫁到别人家要钱去的。妈，你就天天这样惯着他吧，早晚呀就成废物。当初啊，要不是你逼着我和小胖离婚啊，我现在在小胖家过得比现在好100倍呢。在小胖家过得好，你是小胖家呀，在我们家赖着干什么呀？你再说了，你一个女人家能给咱妈生出来大胖小子吗？能为咱张家传宗接代吗？蓉蓉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这样做不还都是为了你吗？你敢打我？蓉蓉，我为了你连婚都离了，你居然还打我。妈，你会不会呀？你居然敢打我儿子，你滚吧。行，看来这个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，我走。走得越远越好。妈，别生气。妈，今天啊你给我做好吃的。好，妈就给你做。行，妈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哎，妈，这怎么有一张银行卡
和一封信呢。这是谁啊？让我看看。妈，我走了，你不要再找我了。你从来都想只想着我弟弟，你让我和小胖离婚，就是为了我弟弟能结婚。我本来想着离婚后我就能在家里好好生活，没想到你和弟弟处处嫌弃我，处处排挤我。看来我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。这个银行卡里有20万，是我和小胖离婚后我攒下来的，你们拿着用吧，我走了。龙龙，你爹他走了。什么？妈，我姐她走了。妈，我姐她真的走了。走，快去找你姐，走。行，妈。媳妇儿，我和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哎呀，这不是这两天下大雨了吗？我妈她家的老房子漏水了，所以啊，等明天我把我妈和我那个弟弟傻弟弟一起接过来。我不同意啊。这事不同意也得同意，这事我说了算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蓉蓉，你妈，你慢点。来，妈，你先坐下。哎呀，小胖，你干什么呢？不能随便躺地下。龙龙，这什么味啊？臭死了！这能有什么味啊？龙龙，你看你那个傻弟弟，来到就往那一躺。哎呀，我弟弟这不是脑袋上有点问题吗？说什么说呀？妈呀，你身体不舒服，就好好的在这住就行了。妈，你就放心住着吧，没事的。哎，小红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这个傻弟弟，他打我。哎呀，你和我弟弟较什么真啊？哎，妈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身体好。那就行吗？傻哥，小红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踢我弟弟啊？你看不到吗？是他先跟我动手的。再说了，一个傻子，我踢他一脚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是我弟弟啊，也是你弟弟啊，你怎么能踹他呢？我可没有这样的傻弟弟，说出去还不丢人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接个电话。哦，李总。什么？这两天要出差？行行行，我马上去。行行行，挂了啊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你们别闹了。傻子，你这是在玩火呀！你还想给我动手，是不是找打呢你？小胡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怎么能打我儿子呢？他可是你弟弟呀！我打他怎么了呀？你个瘸子！你还挺护他的呀，你说你这个瘸子，来就来了吧，你还带个傻子，你说什么啊你？你信不信我打你？你还敢跟我动手？你们两个呀，给我出去！出去，听到了没啊？出去！妈，他打我，疼！我不犯规。你不能打我儿子。
傻子，赶紧给我滚！还有你，拿着你的拐杖，给我走！走，儿子，咱们走！快点！走呀你！我滚得越远越好。妈，妈，小胖，小胖，哎，这我妈和小胖上哪去了？哎，小红，你见没见到我妈和我弟弟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合起伙来欺负我？什么，媳妇儿，这不可能，你肯定开玩笑的。我弟弟啊，他的智商年龄啊只有3岁，平时啊看到一只蚂蚁他都不敢把蚂蚁踩死，怎么可能会欺负你呢？龙龙，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那个瘸子妈还是你那个傻弟弟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怎么那样说我妈和我弟弟啊？我弟弟他绝对不可能打人的。你不信是吧？不信算了，我呀，我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。什么？你竟然把他们母子俩赶出去了？你是从哪一天把他赶出去的？你走之后我就把他们赶走了。你竟然还敢嫌弃我弟弟？你知道我弟弟是怎么变成那样的吗？他爱怎么变成那样怎么变成那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当初出车祸，要不是我弟弟救了我一命，现在傻的就是我。老公，李小红，我告诉你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我们两个还能好好的在一起，你就跟我一起去找我妈和我弟弟，如果不想的话现在就离婚。老公，我错了。那你还不赶紧跟我一起去。